欢迎来到功夫走，我是胡云斌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八卦掌的核心功力训练，挂壁功。挂壁功它主要是练习我们整个手臂的功力以及肩颈，还有呢它可以很好的拉伸我们的肩关节，增加我们肩关节的柔韧啊舒服的。但是呢刚开始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痛苦，所以说刚开始练的时候尽量找一个高一点的台阶，不要太低啊。下面看我坐一下。还有呢就是我说一下动作啊，我们在做的时候记住我们这个力量啊，手的力量不要往前面推啊，一定是直接往下面压的啊，直接往下面压的。做的时候你先啊，你比如是要做右手，右脚出去，右手出去啊，出去之后让我们这个手啊扶住地面，将右脚抬出去放好之后啊，跟我们姿势放好之后再将我们这个手抬起来，这个手啊，整个过程中啊就是我们这个手不能往前面推啊，整个过程当中它都是往下面压的啊。大家刚开始在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高一点，一定要高一点，不要像这么低啊，因为你刚开始如果太低的话肩关节它会受不了，可以找一个再高一点的。那最主要的是啊，最主要的是不能存在啊，必须要把我们的这个肩这个位置啊，你不能是这样抬起来，那就是要一定是我们坐下去之后要将我们这个肩关节放下去啊，要完全的。完全的把它放进去，所以说大家在练的时候尽量找一个高一点的就可以，逐渐的降低，这个对我们提升功力是特别特别的好，只要你训练了100%的有效。好，这个我讲到这。